你好，你就是林安宇吧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就是林安宇。你好，我叫乔大乔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别再你好了，跟俩二逼似的。既然大家都是来相亲的，那我也不绕弯子了，有话就直说吧。那就你先直说啊。啊，那我就直直的说了啊，你有房吗？哦，我在市区有一套180平的，小三居啊，然后呢，在那个三环啊，有一套320平的大平层。哎呦我去！我想着准备结婚以后呢，再在那个别墅区再买一栋别墅。啊，这么有钱呀？那你也有车吗？啊，我有一辆劳斯莱斯啊，然后还有一辆奔驰大 G。等过段时间呀，再买一辆库里南啊。今天的那个，就是让司机随便开的一辆。我的乖乖，这么有钱啊？那你存款有没有啊？那肯定有啊。现在是8位数，过两天就到9位数了。八位数是多少？1000万呀！条件这么好。今天遇到钻石王老五，我看你都挺好的，我还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喜不喜欢我呀？我也挺喜欢你的。那你喜欢我什么呀？我喜欢你的声音，听你的声音，人应该长得很漂亮吧？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啊，你说。你今年多大了？我30了。35，介不介意我比你大5岁啊？啊，不介意，当然不介意。年龄大点的男人会疼人是不是？成熟稳重点好。既然你不介意，我也不介意。而且我感觉你挺好的。要不然咱俩就一块去吃点饭。好呀，你请我呀。啊，我请你。啊，行，那咱走吧。啊，好。